从十六夏天播的第一集，那时候跟我家人都围在家里的客厅，都一起等着，然后看那时候我的歌，那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所以是不是就是只一直在等有你自己的戏，没有你的戏，完全就是一走开，然后就看别的地方。我看到最后还哭了，那真的是真的非常的 touching， 然后很喜欢那个剧。对，我很多朋友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剧。谢谢你啊、哦。对，然后说到十六夏天、嗯，今天他们好像有来耶。对啊。假装在忙别的事情，真的这些哥哥姐姐们、I love you guys。其实我们的妆法带好来了，所以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啊，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请你们上台一起合唱。郑瑞瑞穿那么辣，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。好吧，这些哥哥姐姐们真的是在我演艺圈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往中间怎么样？然后也是我演艺圈唯一的朋友。没有了，没有没有这么可怜，没有，我真的很开心认识到他们。然后我们常常也会聚会，我们一个群组，然后常常也会常常聚，然后就会分享。我们平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吗？真的要真的要唱呀，要不然不是我们就是对，真的要唱啊！哎、欸，我们都没蕊过哎，没关系，我昨天去钱柜唱了好久。我们等一下大家也一起唱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而且我们现在重现十六夏天的时候的，那我们要这样对着你才行哎，因为我们是在下面呢、啊。没关系了，我们唱给观众们听。你在下面听我们唱。OK， 好 ，Here we go， 带来以后别做朋友。永远的朋友，祝福我已经很遗憾。
哲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，你可以下去准备。哦，今天我是嘉宾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说下半场都是我们的吗？谢谢。这是感人意思就对了。没有没有，利用完就感人了。你可以待着。拜拜。我们再次谢谢16个夏天。